么小，得坐高一点。大家好，谢谢大家的生日祝福，谢谢。主播任务，发起直播大于60分钟，被分享直播20次。获得50名粉丝，大家快去分享我的直播啊！我这边有一个任务，谢谢大家的生日祝福，谢谢。我们又见面啦，见我吗 ？Hello， 我现在在，哎，你们能听不到声音吗？大家能听到我的声音吗？没有声音吗？他们有人说没有声音耶。有声音吗？嗯，有声音吗？有人开了呀。哦，有的。他说有些人能听见，有些人。你离得太近了，你要不 ？Hello， 能现在能听见了吧？那今天过生日了，很开心，然后在这里和大家一起聊聊天，然后对大家甚是想念啊。没有声音，可能是你自己的声音没开，你们看看是不是自己静音了。因为其他的小朋友都能听见声音，他们有些人听不见声音嘞。能听见声音的啊，然后那个有声音是吧？我现在呢是在香蜜沉沉烬如霜的剧组拍摄。然后今天我们是到了义乌这个拍摄的一个摄影棚，这个摄影棚在义乌，我们现在这个帐篷里边条件还不错，还有空调，但是呢，如果说没有空调的话，就会非常非常的热。猴子在啊，猴子现在去现场拍戏去了。义乌就是。在横店上面的一个城市，对，义乌。但是我们帐篷里边是有空调，可是现场就没得空调。拍戏的时候就顶着50几度的高温，在摄影棚里边晒着、烤着，就跟蒸桑拿一样。我没黑吧，我虽然说晒了2天，但是应该还好吧。黑了吗？大家觉得？老师你挡光了。后面谢谢。确实是因为夏天，然后天气比较闷热，又戴着牙套，不怎么能吃东西，肯定是会瘦一些。还没声音吗？好，对了，跟大家说一个事儿吧，就是这两天不是在网上有一个活动吗？就是征集大家这个比心的这个活动，然后要选几名幸运的小粉丝，然后赠送他们礼物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参与这个活动，那现在呢，我就现场给大家选一选。选出3位幸运的小粉丝，好吗？大家可以看一看，这些就是小琪啊。哎呦，太亮了，有些都看不清楚。反光吧。啊，这样子就能看清楚了吧？大家能看清楚吧？
应该能看清楚哈，都很可爱，比的都不错。觉得大家比的都很好看，那我现在就直接就选了，选几个？选三个，只选三个呀？但是我看了好多都挺好看的。哎呀，好难选啊！我觉得大家比的都很好看，特别是这位。这很可爱，但是我估计大家都知道，他其实是我们公司的一位小，他叫蓝奖。我们都叫他蓝奖，然后呢，我觉得不能偏心的话，所以我就不能选他。但是我觉得他确实比的还挺好看的，很可爱啊！我觉得很可爱。然后其实我昨天已经看过一次了，然后在我心中已经有合适的人选了。那如果没有被选到的小朋友也不要灰心，好吧？你们。将来一定有机会的。然后我选的第一个就是这个，我觉得比较有创意的，两只手合在一起了之后就变成了一个心，但是它是两只手分开拍的，我觉得这个比心比得非常有创意。好吗？第一位小朋友，他叫做冷凝雪绪啊。然后第二位小朋友是这个，叫做鱼蛋小朋友。然后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觉得他的手肉肉的，然后正好有比在小哥哥卡通人物的脸上，很可爱，加上他肉肉的手却是萌到爆，好吧。然后第二个就是这位鱼蛋小朋友，他的比心好。然后我选出来的第三个是哦，对，是这位，叫做壮优。我觉得他比的这个心非常的标准，真的特别的标准。然后也配上他这一件桃红色的 T 恤，然后让心变成桃红色的，很可爱。加上他是两张拼在一起的嘛，这张他就比在自己的眼睛上面。很可爱，很可爱。对，然后就是这三位小朋友。我再重复一下，第一位是冷什么来着？对，冷凝雪绪。第二位是鱼蛋小朋友，第三位是这个壮优，好吧？那其他没有被选上的小朋友也不要灰心，将来你们还会有机会的，好吗？然后我又开始求礼物了，今天毕竟是生日，你们有没有什么要送的呀？我听说啊，那天上一次一个美拍的直播，当时做完了之后，我公司的小朋友就跟我提意见说，很多其他艺人做的直播都是说你们不要送东西，怕担心大家花钱，然后我一个人在这里求礼物，我觉得不太好，但我觉得其实挺好的呀，对吧？然后不是要让大家破费，而是希望大家活跃一下气氛，包括旁边这个点赞啊，大家都可以点起。为什么还是有这么多小朋友说没有声音呢？是不是你们自己没有开声音啊？哦，没有那个听得到声音的小朋友，麻烦你们弹幕啊发一下字，就说你们要从这个易直播的平台进去，这样才会有声音，好吗？要从易直播的这个平台上去才会有声音。有声音了哈，大家想看我的牙套吗？我戴的是隐形的牙套，被你们看见了，那还怎么叫隐形呢？是不是？看不见吧？
我现在在做牵引，就是牙齿上面还套了橡皮筋，其实如果嘴巴张大了的话你们还是能看见。这就是我在这部《香蜜沉沉烬如霜》当中这个角色的造型，服装还没穿完，然后这是其中一款发型，怎么样？还不错吧？然后最近全国各地的气温都比较高，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，多吃水果，然后做好防暑措施。我们剧组有好多工作人员，就是因为棚里温度实在是太高了，他们一天都烤在棚里，所以很多人都中暑了。大家一定要注意自己，照顾好自己，千万不要中暑了啊！我在《香蜜沉沉烬如霜》当中是饰演的润玉啊，润玉小鱼仙官润玉这个角色，我自己特别喜欢这个角色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的生日祝福，谢谢。然后我看一看啊，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两个了。哦，被分享的直播也大于20次，挺好的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准备了这么多，这个是粉丝小朋友们准备的。你挡光了，姐姐。粉丝们送的礼物，然后特别贴心的是，他们给全剧组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准备了一份，太有心了，太感谢你了。我记得每年我过生日，他们都会准备这样子一份礼物，有一瓶水，这个水上面还有我的头像，然后有一把小扇子，这个也特别贴心，正面是这样的，背面是这样的，很贴心。然后有一张小卡片，还有湿巾，都很贴心准备的，还有这些小零食、小零嘴，特别感谢，特别感谢，真的。你想剧组这么多号人，几百号人，你们每人都准备，真的是有心了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还有就是我看到的，那个卡片是粉丝自己手写的贺卡。写给剧组的人，特别有心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非常感谢，真的好有心。然后对，也是吗？这是给我的还是给主创？然后还给每个主创老师准备了一台小风扇，这些都是夏天必备的一些解暑神器，特别好，特别有心，谢谢，么么哒。没有声音的朋友要那个通过一直播的这个连接进入，这样子才会有声音，好吗？还有就是我看粉丝替我为中国西部地区捐赠了100棵树，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特别有意义的一个捐赠活动，捐赠行为。看不清是吧？还有他手机里边很多秘密，差点被我翻出来。还有就是这个给我准备的一些礼物，还有一颗星星。什么星星？是那个动物吗？星星吗？那个吗？天上的星星。这个是什么呀？给你买了一颗星星。买了一颗星星，还能买星星的呀？我刚才看见君姐在群里发这个，我没看懂是什么意思。买星星啊？那这颗星星就是我的咯。对，这颗星星叫你有。
这颗星星叫利友啊。所以看它，它有告诉你那个纬度啊什么的。哦。哇，你们好有钱啊！你们怎么不把月球买下来给我？买颗月亮给我。这个图也是那个小姑娘自己做的，因为你偷心啊。啊？因为你在偷心啊。哦，谢谢谢谢谢谢谁送的蛋糕是吗？谢谢谢谢。小圆芝吗？是吗？谢谢谢谢小圆芝。哦，这个送星星真的是太有心了，谢谢。因为我在这个《香蜜沉沉烬如霜》当中饰演的润玉就是夜神，思夜之神，就是晚上出来布星的。你们睡觉了之后，然后我就开始工作，为大家布星。你们的运势啊，这些都是掌握在我的手中哦。嗯，所以礼物赶紧送出来，给你们个好运势。对呀、啊，我其实就是个夜猫子，在戏里边就是个夜猫子。谢谢你们送的小音符，谢谢你们送的荧光棒、金麦克，好像都挺可爱的。有没有那种就是送出来了之后屏幕上嘣，然后就爆炸那种？是什么火箭是吧？每次都是求最贵的礼物。我现在还没有那个呢，还没有收工呢，所以说没有哦。对，看这个蜡嘣爆开，不好看。还没有收工，所以说没有送了一个礼花，很漂亮，谢谢谢谢。然后没有收工，所以没有卸妆啊。嗯，看皮肤多好，就是有些小痘痘。谢谢小圆芝送出的什么6728送出了，但是我都看不清楚这是送出的什么呀？这个是什么呀？希尔路送出了爱心鱼翅、鱼刺。我饿了，我怎么又饿了？我对面有西瓜，但是我不敢吃。以后我就做一个吃播，好吧？杨子小同学现在在现场拍戏呢，啊，待会儿等他回帐篷了，让他跟大家打个招呼，好不好？小朋友们，现在应该是暑假状态，对吧？现在应该是在放暑假，那你们暑假都怎么过的呢？不知道你们怎么过的，有没有去旅游啊？有没有去，去玩啊之类的，有没有啊？去哪儿玩啊？有没有什么避暑圣地可以推荐给大家？我在义乌呀，我在横店拍戏呢，我可以给大家直播玩魔方，要不要看？啊，会玩魔方吗？有会玩魔方的小朋友吗？快恢复了，能看见。然后我再很快就变成这种，是不是很厉害？我可以把它弄乱，我可以把它弄乱，弄很乱很乱。看，已经很乱了吧？是不是很乱了？够乱了吧？够乱了吧？我觉得我应该可以在2分钟之内把它还原，好吧？那我们现在开始计一下时，好吧？2分钟之内还原了之后有没有奖励啊？嗯，应该有奖励吧。拿鞭儿
第一面就是最难的。很快哦。上节目，我觉得我就可以表演这个。多久了？现在时间用了。看。没有吧？很快的。十分钟？怎么可能用十分钟？很快的好不好？没超时，多好。我就用了20秒好吗？只用了20秒，你们是不是得给我发红包啊？你过了天界的时间。现在我的小助理也在跟着我学习玩魔方。你玩得好。还有没有谁会玩的？有没有和我一样是狮子座的小朋友啊？嗯，有没有和我今天同月同日生的小朋友啊？有吗？有啊。哇，还真有呢。你们猜，这样吧，你们猜一猜我是7月28号几点钟出生的？啊，子丑寅卯，申。子丑寅卯。身有缺害，不对，子丑寅卯身巳未，等，12个时辰，再来啊，子时对吧？子丑。寅卯申巳午未孙酉戌亥，对吧？怎么不对？对了，子丑寅卯申酉戌，啊不对，这样背吧，子鼠丑牛寅虎卯兔。申龙巳蛇午马未羊戌狗酉鸡，哦不对，子鼠丑牛寅虎卯兔，神龙巳蛇午马未羊三猴申猴酉鸡戌狗亥猪，你们猜我是哪个时辰生的？嗯，我自己都不知道，我知不知道？我好像是，你问的人，我知道我是几点生的。就当你是哎，我是不是很多小朋友都说丑时，我好像是丑时生的，我是子时生的还是丑时生的？丑时，我好像真是丑时生的，我好像是凌晨3点钟生的。你说是美食，那应该就是丑时。你看我多丑啊！被我搞晕了，我自己都被搞晕了。
看现在就顺了嘛，我再说一遍嘛。子鼠丑牛寅午卯兔神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生薛狗亥猪，对吧？没错，没毛病。老铁铁们请送出你们的掌声。今天我现在在B组拍戏，然后拍完一场戏了之后呢，我就会转去 A 组，也是同样的拍一场戏。嗯，再次提醒大家，在这么炎热的天气里边，一定要做好防暑、防蚊、防闺蜜的好工作。吃冰淇淋会胖人的，但是如果你们送冰淇淋的话，我估计在我旁边的小杰同学他们会吃。会，你肯定会吃。不会，我有魄力。你绝对忍不住，一定会吃。我觉得你们过来一起和我嗨起来嘛，我一个人在这儿又开始说单口相声。我们在这儿来直播挺好的。我们来那个吧，我们来玩一局狼人杀好不好？我们几个现场玩一局狼人杀怎么样？五个人怎么杀呀？五个人也可以杀呀。我觉得谁是卧底啊？对，我们可以玩谁是卧底，好吧，我们现在开始来玩谁是卧底了。他们这样子，你们可以看到我的那个，你们可以看到我的这个词儿，但是你们都看不到他们的词儿。你们和我一起来，和他们一起玩，好不好？好，就是你愉快的决定了。等一下，我要先看看这个电线老师跟我发的这个微信是什么。用电话。好，用微信就可以，不用。OK， 你发群里吧。不要打广告。里边有很多很多的工作人员，包括一些编剧小姐姐，她们都是润玉的亲妈粉，所以说就是润玉这个角色会在戏里边特别特别的好看，特别特别的好看，希望大家可以关注一下。我现在准备开始玩谁是卧底吧，他们看那些谁是卧底。然后我们怎么开始玩呢？小公主穿进房间。哎，我记得我关注过这个号的呀。你们看这双手可不可爱？不要闹，不要！是不是一只胖手？没有法官吗？特别可爱。你当法官是吗？你有法官吗？啊？有五人局。有法官了。对。怎么玩？玩什么？谁是卧底啊？谁是卧底？法官，来啊！玩吧。我们可以开始玩谁是卧底吧。 OK， 来吧。是那微派谁是卧底游戏？怎么玩？怎么玩？开一局那个五人局。怎么玩？我刚才已经关注了吧。我已经关注了。进入。哎呀，有人送面了。送面真的是又我又饿了，怎么办？还没吃饭呢。进入公众号是不是？对，然后点谁是他开房间。开好了吗？他告诉你房间号就行。啊，九三二六。然后呢？等一下，我要点谁输入。在哪儿输入啊？不用点，就是那个时候点一下，就是9326。我是二号。你们会不会玩？三号。我是五号。我四号。我是一号。是一种。大家可以看看这个。我的词语，你们可不能看啊！你们都不能看啊！看不到，大家可以看看我的词。谁是二号？法官主持。啊，你们好像看不太清楚，我的词是这个。哎，你们看不清楚。开始啊！一号的话，这是一种糖过。你们看不清楚。对喉咙很好。喝，含着吃的。
那我来重复一下，他们第一个说的是一种糖，然后你们也帮我想一想啊，第一个说的是一种糖，第二个说的是对嗓子很好，第三个说的是含着吃的，第四个说的是在药店当中可以买，然后我说的话我会说，我唱歌之前我都会含一片，好吧？好了，不说完了吗？好，我们开始第一轮投票。四号，我们要不要集体把四号投出去？好呀，好呀，好呀！你们可以互指，你们会后悔啊！直接指谁？四号，我觉得应该不是四号吧。我觉得谁说我就是谁。我觉得一号也挺可以。我觉得你们俩很可以，要不这轮就先投一个出去。我投一号。他投出去。我投一号。你们觉得是谁？你们觉得是谁？你们觉得是一号到四号是一号的三号四号的？一二三指，好吧。一号有说一号的，有说四号的。一二三，我们比数字吧。一二三。一号票最多。再见。一号票最多，你有出局遗言吗？没有遗言。没有遗言。我们把一号投出去了。对对对对，还没结束呢。投对了吗？你先说。你可用错了。不对，游戏继续、啊、那游戏继续、我觉得他应该也可以泡着泡水喝，我这么喝过，我不知道你们喝。既然你选了，我觉得不用说了，我觉得二号就输。你先说你的。是盒子装的，一小颗一小颗的。你这个是在干嘛？你这个是我怎么了？我说我这形容的很好啊。二号说的是可以泡水喝，三号说的是一颗一颗的用盒子装起来的，然后四号你想说什么？你看每次四号都有疑问，他又不是盒子装的。不是，因为他说八号，我想说给说完了。不是，不好意思，我说的太多。我买的都是就是一板的那种。啊，你可以反驳我啊。我没有反驳你，你说我买的是一板的啊。 OK， 到你了。你说一板一板的，对对。那我说这个这个东西哈，这个东西嘛，它就是这样子的。我跟大家画一下。什么鬼？这个东西是长成这样子的一板，然后一板上面呢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我不知道我排版对不对啊。然后我们要吃它的时候呢，就这样子一口嘣儿，一口嘣儿，然后弹出来。玩了之后，然后你就可以把这一颗含在嘴里边，然后香香甜甜就是我。嗯，好了，投票吧。投票吧，我投二号。二号，二号没有后悔的，都投二号是吧？对。OK， 你们胜利。二号是卧底。啊！你肯定是卧底。他买他绿，机场的，就你一个是泡水喝的。看，我们都赢了，我们都赢了。金嗓子谁泡水喝啊？那么麻烦。泡水。好了，是不是要有惩罚？二号小姐姐。惩罚。惩罚就是你入境，让大家看一看是谁这么笨，泡水喝的。大家说好不好？让二号这个小笨笨入境，让大家看一看。我们要不要玩下一局？要不要玩下一局？你们觉得？公主太笨了。对了，回复六的话还可以看那个大冒险的惩罚。对，我们回复个六吧。请输的同学摇骰子选择惩罚。他们好烦，他们不跟我玩了。我还在啊。无视我吗？这是。嗯。我说你无视我吗？我还在。那我们三个人玩啊？难道？三个人玩不了。三个人玩不了了，要不我和你们玩吧，怎么样？我和你们怎么玩呢？嗯，你们有没有人会玩狼人杀的？嗯，他们也说不了话呀，都。他们可以打字啊，问题是。玩狼人杀的有没有？有没有？会不会？有没有举手的？会哈。虽然说我公司有人不准我玩狼人杀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会觉得这个游戏就是个骗人的游戏，就是吹牛，所以说呢，他们觉得你这样子会学坏，你这样会骗人，你这样不好，所以不让我玩。你们觉得他们有道理吗？嗯，有道理呀，还有道理吗？
对啊，当然没有道理了，多好的一个游戏啊，这个是锻炼自己的谈吐，自己的逻辑分析推理能力，对不对？这个游戏多好，没有道理，谁还说有道理啊？多好的一个游戏啊，是不是？为什么要骗人？为什么要骗人？骗人是因为什么？是因为你要隐藏自己的身份，不让被别人，不让别人看出来。如果你是一只狼的话，那你就要隐藏自己的身份，让自己活得更久，好让你在晚上去刀人，对不对？那么作为一个好人的话呢，你就要听清楚所有人的发言，然后从这些人的发言当中找出一些漏洞，来推测他其实就是一匹狼，对不对？多好的一个游戏，又锻炼自己的推理能力、分析能力，又能锻炼自己的谈话能力、谈吐能力，多好。我不知道大家玩的是什么板子，我玩的一般都是预言家、女巫、猎人和守卫，加上三匹狼和一个白狼王的板子，或者没有白狼王，我不知道你们玩的是什么。王者荣耀有人玩吗？王者荣耀有玩的吗？哇，好多人扣有，很多人都得有。看来这王者荣耀真的是现在没有人不会玩了，是吧？也有不玩游戏的。王者荣耀有没有玩英雄联盟的呀？英雄联盟有玩的吗？其实现在确实是现在这种移动端的游戏，移动端的游戏，这样玩的游戏肯定是要比那个，哎，你们看见反光的我了没？看不看见反光的我？看不看得见？看不看见你们自己发的字幕？看不看见？确实现在移动版的这个游戏就是要比 PC 版的好，但是如果说有机会的话，我愿意带你们在 PC 上面上分，玩玩英雄联盟，我可以带你们上分，好吗？王者啊，王者的话，那我就要求抱大腿了。你们有玩王者玩得好的吗？有没有什么王者段位的，有吗？王者荣耀有王者段位的吗？可以带我上分吗？有王者段位的呀，是小姑娘还是小 boy？ 可以带我上分吗？钻二带我上分，有王者的带我上分吗？还有大叔叔啊，还有坑，小哥，哎，哒啦哒啦，谢谢，这是你单独准备的。哇，这么有心，谢谢你、啊、收到一个蛋糕，好开心。你要不要过来？大家有说让你入镜的，想看你的。慢点，一菲，打个招呼。你跟大家打个招呼吧，谢谢一菲。Hello， 大家。这个是一菲送的蛋糕，特别。重复一遍，什么？这么大。嗯，祝你生日快乐。谢谢。一菲同学多好。哎，一菲，这个过来，我当着大家的面送你。这个就是我粉丝准备的一个小礼物，里边有一台风扇。啊，是吗？正好缺风扇。是吧？谢谢云溪的粉丝。谢谢大家，一菲在这里也感谢大家。谢谢，祝云溪生日快乐。谢谢一菲。这个其实送的挺实用的，真的。对，这个送的挺实用的。嗯、还有冰袋尿，你要冰啊？那个蛋糕好像因为坏化了吧？这是冰淇淋蛋糕？不是，它上面那个奶油容易化。谢谢，拜拜。哎，你今天是待会儿拍完就走了吗？没有，转 A 九。我也转 A 九，待会儿 A 九再见吧。嗯，拜拜，谢谢啊。拜拜。其实我让大家看一下，你们的小猴子来了。啊，对。啊，可以说。
是吗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哦，是这样子的。好呀，这样子吧，我带大家。哎，等一下，我怎么把它关掉？你关直播了？没有。哦，好了。我带大家去看一看那个，大家准备的礼物，好吗？对。马上啊。好嘞。我们还要等多久啊？我还不确定。但是现在要拍戏了呀。你就看一眼转一下。好。我马上要拍戏了，我跟大家看一看大家准备的一些礼物，都非常有爱，非常很感动。看，这就是为剧组，为剧组的每一个工作人员准备的一些小礼物，还有水。我怎么把这个镜头翻转一下呢？哦，这边。找到了。看见了吗？全部都是每一位粉丝的爱心，真的非常感谢。行，那今天就先这样子。